Mira 成员吕俊安人气高企，越嚟越受欢迎。最近伊顿遇上同姜涛同一样嘅烦恼，寻晚佢就 IG 嘅限时动态以黑底白字写住：请不要再喺屋企楼下等我，同追车姐姐。早前姜涛嘅新居住址曝光，而次受激进嘅粉丝贴身追踪，令到姜涛不胜其烦，喺社交网留咗九只字：请真的给我一点空间。而经理人花直都曾经开腔劝粉丝要俾偶像多一啲私人嘅空间，睇嚟 CJ 嘅文化越嚟越严重。星岛头条 app 全新面貌已经登场，一 app 星岛，一 app 星岛，大家快啲下载啦！立即下载星岛头条 app 啦！